嗨，老师，又到你一年一度的生日啦、啊！这已经是我们不知道第几次帮你过了第16岁生日了。他祝你那个理学院的生意兴隆，然后可以盖个复合式的餐厅啊，让你们变成复合式的补习班，最好有个咖啡厅之类的。关东煮好像也不错。对啊，老师，然后我顺便跟你炫耀一件事，你看，这是我这次参加研讨会得到了海报第一名哦。哎呀，单纯炫耀而已啊，老师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， 啊哈哈嘿嘿嘿，我祝你吃到人生三大果啊，三回，老师生日快乐。然后我拿的就是这个。好久不见啦！今天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大日子，就是我们永远16岁的平老师的生日哦，耶、！虽然大家分隔好几地，没有时间相聚庆生，不过呢，我们的心意绝对是100分的啦。那呢，在这边祝老师永远年轻，心想事成啦！掌门生日快乐！嗨，现在跟你说一件事情哦，你看哦，这是我们新公司新设计的奈米科技神奇魔术吸管飞镖，超猛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在生活上有一些乐趣。那我首先跟你介绍这个产品，它有多厉害，就像这样，当我们生活上很无聊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吸管呢，就可以设在我们的一些墙壁上面去发泄，然后。那些墙壁就会告诉你一些很神奇的事情，这样子。那你看、哦、我现在示范给你看。OK， 神奇的事情来喽！噔噔，哒啦，厉害吧 ？Hello。老师，李老师，你们好。看到这个板子都要翻小事了吗？祝老师生日快乐，然后跟老师报告一下我的近况。在台中的生活过得还不错，那研一上部分过完了，那接下来就是研一下。研一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看 paper， 然后报告给自己，那上课，那其实也蛮超的，一个礼拜要报一篇 paper， 很累。是英文好像没什么进步，然后研一下之后要做的事，大部分都要做实验吧。那已经知道做什么了，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不能毕业的问题。那研二的部分可能就是准备要毕业论文、毕业口试，所以感觉会很繁忙。可是其实也不会，我们教授对我们很好，他常常带我们出去玩。那只要我们就是有接到计划啊，就是。就实验做出来，然后去申请专利交计划，这样就很多钱可以出去玩。像前一阵子老师才带研二的学姐、学长姐他们去新加坡，那听说我们这届要去长滩岛，哇！那假如说换到我们这届努力做实验，如果可以做出什么东西的话，听说可以去夏威夷玩，哇！令人羡慕的旅行。那生活还过得真的不错啦，至少是我们一两个好的教授对我们好，所以不用担心我。那老师就祝你补习班教学顺利，然后什么事都可以迎刃而解。一起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我们有同样的目的地，陪伴比留下的痕迹。
如我们十七八岁的年纪，一起努力，永不放弃。你难过，我会给你鼓励，不用怀疑。你要的感动，全部都在这里。